相同的，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上一堂课所讲的内容。在上一堂课的一开始，我们将第一堂课的内容做了一个总设。我们提到学法应有的态度，第一点，理性思考。 当我们在探究事情的真相时，我们应该理性思考，而不要盲从附和。所谓的盲从附和，指的是你自己完全不了解，但因为某一个人那样说，你就全然相信，人云亦云，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们想要了解的是事情的真相。 而不是学某一个人说某一句话，在理性思考的同时，学法应有的态度。第二点，以实修为前提，也就是将我们当下所学习的法，结合我们自己的心绪，避免纯粹文字上的探讨。 对于我们初学者而言呢，最初在学法时，要建立一个观念：法是拿来修的。以我为例，法是拿来修的，不是只拿来说的。对各位来说，法是拿来修的，不是只拿来听的。或许在文法时， 我们会因为听懂了一个道理，或者是听到一个之前没有听过的法理，内心当中会升起法喜。但那种听懂的法喜，跟你真正去实践之后，内心当中所升起的欢喜，是没有办法比较的。这就跟什么一样？如果你从来没有喝过甘蔗汁。 有人告诉你，甘蔗汁是什么味道？这时候你知道，哦，甘蔗汁应该是甜的。你是不是知道了一个真相？但这跟你自己去品尝甘蔗汁内心当中的感受，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吧？所以，我们不应该仅止于去听闻、去思维法理。 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实修、啊。简单来说，我们要试着去关注自己所学的法，跟我们自己的修行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我们能够反复的练习这个动作，养成一个习惯的话，就会发现，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修行的题材。 举一个例子，有四个人想要结伴出游。这四个人当中，其中一个人他很喜欢拍照，第二个人他很喜欢品尝美食，第三个人他对于建筑很有兴趣，第四个人他就只是想要出门走走，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当这四个人抵达目的地之后，你会发现，喜欢拍照的人，他永远拿着相机在取景；喜欢品尝美食的人呢，他就会注意当地有哪些美食，并且会把它记录下来。对于建筑有兴趣的，他就会看看当地有哪些新颖的建筑，是他之前没有看过的。 没有想过的，那对于只是想要出门走走逛逛的人来说呢，他就走到哪里东看看西看看，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他也不会把专注力放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同样是出国去玩，为什么前三者会特别注意某一件事？因为他对那件事情有兴趣 当我们对某一件事情有兴趣时，即便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点，我们都会关注着它。相同的道理，对一个学法的人，如果他不断的去思维我所学习的法跟我的修行到底有什么关联性时，他走到哪里，他都会发现新的修行的题材，而不是。 所谓的修行，第一个我要打坐，或者是我要回家研阅经论，不是所谓的修行呢，应该不是只有打坐、研阅经论而已。真正修行的题材，应该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那接着我们谈到的是“道次第”字面的意思，我们将“道次第”这三个字。 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道，第二个部分次第。所谓的道，我们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第一种，从目的地的角度来取名；第二种，从行走者的角度来取名。这两个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吧？那以从目的地的角度来取名的话，我们说菩提道。 也就是，如果我们走上了这条道路，最终我们所抵达的目标是菩提，而这当中的菩提指的是无上菩提，也就是佛果的意思。那第二种，从行走者的角度来说明道，这当中提到的是什么？三世道：下世道、中世道、上世道。 这是从行走者，他本身是下士夫、中士夫还是上士夫的角度去做分析的。接着次第，所谓的次第指的是有前后的顺序。这就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所学习的法，它不是单一的，它不是片面的，而是众多完整的。 如果是单一片面的，需不需要次第？不需要。如果是单一而且片面、有局限，不需要讲求次第嘛。但如果是众多完整的，这时候就需要有次第。所以这代表我们所学习的法，它并不是单一个法，它不是只教你打坐，不是只教你做某种禅修而已。 它是一套完整的思维系统。简单来说，所谓的“道”，指的是它的方向正确，所以我们强调无误，没有错误。次第指的是它的内容是完整的，这就代表我们所要学习的道次第，它是无误而且圆满的。到目前为止没有问题吧？有印象哦，嗯。 那在此同时，我们提到了我们无法到达某一个目的地的为缘有三个。第一个，我们本身不想前往。当然，如果我们不想前往那个目的地，我们自然不会抵达那个目的地。所以，第一个为缘，我们自己本身不想要前往。第二个为缘，我们的方向走偏了。 我们走错路了，走错路，我们也无法到达目的地。第三个，即便我们有心想走，方向也正确，但在走的当下，心中不断的怀疑，一下往前，一下往后，这样也无法抵达目的地。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上一堂课都有做详细的介绍。那接着，我们将。 整部倒次第的内容统设在目标、需求、方法这三点里面。整部的倒次第，它强调的就是三种不同的视乎，他们所设定的目标不同，升起需求的方式不同，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同。以下视乎为例，下视乎所设定的目标。 是来生的增上生，他要如何对于增上生升,升起希求？他要透由思维死亡无常以及三恶去苦的道理，才有办法对于增上生升,升起希求。但是光对于增上生升,升起希求是不够的，他要进一步的去实践，他要如何实践？他所采用的方法，他选择我相信三宝。 并且我要努力的实践三宝所告诉我的业果道理。简单来说，他会选择行善断恶，透由行善断恶，他就能够在来生获得增上生。所以这个地方有特别提到下士务请问我们在座各位是不是下士务 我们是下士夫还是中士夫还是上士夫？下士夫是不是？有没有人认为自己是上士夫的？如果有，他也不好意思举手啊。<laughs> 但我们会说，我们所学的法是大圣法，对吧？那我们是不是上士夫？不是。 如果不是上士夫，为什么选择学习大圣法？你为什么不选择学习小圣法？嗯，既然你不是上士夫，为什么要越级学习不适合你的法？还是你认为，虽然我是下士夫，但大圣法很适合我学习？ 是哪一种？都不是啊，那都不是。那各位是都没在学习吗？嗯，的确，我们现在所学的法是大圣法，但我们不应该以所学的法是大圣法为满足嘛？应该是设法让学法的人能够成为大圣的行者。 但毕竟那是我们将来的目标，所以我们以成为大圣行者作为我们的目标，而从现今的下士夫开始做起嘛，这是我们现今的缘起嘛。那如果我们是下士夫的话，那请问我们是以来生的增上生作为我们学习的目标吗？不是。 我们现今的目标是追求现世安乐，所以不是以来生的增上生作为我们的目标，是不是这样？也不是啊，那到底是什么？我发现各位的回答有点怪怪的，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下士夫，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在《道次地里面所强调的下士夫，他的目标是追求来生的增上生嘛，对吧？那如果我们自认为自己是下士夫的话，请问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追求来生的增上生吗？是吗？确定吗？确定啊！这个答案让人比较满意啊。 那反问：如果只追求现世安乐的士夫，能不能称为下士夫？如果只追求现世安乐的士夫，能不能称为下士夫？不能啊，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下下士夫。他比下士夫要再更糟一点，是不是？ 他应该不叫士夫啊，啊？<laughs> 所谓的士夫在这个地方啊，指的就是人嘛，对吧？在这个地方，最主要讲的就是人嘛。走在下士道上的人，走在中士道上的人。 走在上市道上的人嘛，那如果要讲的稍微专业一点的话，我们说走在下市道上的普特切罗，相同的走在中世道、走在上市道上的普特切罗，但我们现在不要用这么专业的术语，我们就以人作为我们讨论的呃内涵。 如果有一个人，他只追求现世安乐，他根本不会想到有关来生的问题，请问他是不是下世夫？不是啊，那他是下下世夫吗？嗯？他是什么？<laughs> <laughs> 没关系这个答案我不要把它讲出来，所以应该不会被录音。只追求现世安乐的人呢，也称为下世夫。这个在《道次第》里面有提到嘛。下世夫分为两种，一种追求现世安乐的下世夫，另外一种追求后世安乐的下世夫。 只追求现世安乐的下士夫称为普通的下士夫。进一步追求后世安乐的下士夫称为书圣的下士夫。所以在道次第里面所强调的下士夫，是以追求来生安乐、追求后世安乐的下士夫作为讨论的对象。为什么他不讨论追求现世安乐的下士夫？ 为什么？因为如果只想追求现世安乐，他根本不想修行嘛。《道次第》他所强调的内容是给想修行的人学习的嘛，是不是？所以在《道次第》里面所强调的三种世夫，都是以来生为目标而想要修行的人呢。 在道次第当中所强调的三世夫，都是以追求来生的目标而进一步想要修行的人。我们说这个叫三世夫嘛。所以刚才我们那个问题，如果有人即便表面在学法，但内心他所求的只有现世安乐，他是不是下世夫？ 是，他是普通的下士夫，但是他是不是道次地里面所强调的下士夫？不是，他并不是道次地当中所强调的下士夫。所以下士夫可以分为两种：普通的下士夫以及殊胜的下士夫。那这时候你应该问问自己：我是普通的下士夫，还是殊胜的下士夫，还是各一半？ 我也想追求后世的安乐，但是我又放不掉现世的安乐，那各一半嘛。你说你是普通，也不会太普通；你说你是书圣的夏师傅，也没有书圣到哪里去。<laughs> 各一半，这样好不好？其实学法就是这样学法的目的是什么？学法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认清自己的现状。所以，当我们在学法时，我们发现，哦，原来我的状态是如此的，这没什么嘛。不就是因为我们现今觉得自己不足，所以才选择要学法的吗？如果我们已经做得非常的好，根本不需要学法。所以，当你在。 反观自己的状态时，你应该诚实的跟自己对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太完美，因为我们是凡夫，但是也不要过于低估自己，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暇生。过度的高估自己。 会让你自己误以为你自己非常行，但过度的贬低你自己，你又会觉得我这个也做不来，那个也做不来，所以要在这两者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我没有那么完美，但我也没有那么糟，而且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想学，只要我想学。 只要我认真学，我就有改变的机会，我就有改变的空间所以，即便现在糟，现在很差，这也没什么关系嘛。反正你有改变的机会，这不也是无常吗？有时候，当我们想到无常时，我们的想法会有点负面。无常，下一个念头：哦，我最终会死，什么时候死，我不确定。 我们多数人在想无常的时候，多半都是从这个角度在思考。你换一个角度思考，所谓的无常指的是什么？无常指的是会有变化。既然会有变化，这代表什么？我们有变好的可能性，当然了、啊，我们也有变坏的可能性、啊、但至少有一个变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既然是无常， 这代表我有改变的机会。如果是长呢？虽然我们对于自己都有长指，但说真的，我们希望自己是长发吗？永远都不会改变。或许我们会希望自己永远都不要老，对吧？我们希望自己的身体永远都是健康的。 但问题是，即便你不老，即便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就满意了吗？嗯？即便我们都不会老，即便我们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这样的状态你就满意了吗？难道你没有其他的问题吗？应该也有那这时候你希望自己是长法还是无常法？无常法嘛？为什么？ 如果是长法，根本没有转还的空间，根本无从改变起。如果你希望自己是无常法，这时候你就有机会改变嘛，对不？所以你就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不要把它想的那么负面了，这样可以吗？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在道次第当中所强调的。 三种士夫，他们都是以来生作为出发点，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绝对不是追求现世安乐，他们追求的是来生的安乐。但在追求来生安乐的同时，三种的士夫他们的想法不同。为什么我们说他们的想法不同呢？以下士夫为例，下士夫是怎么想的？ 夏师傅会想到，我死后要去哪里，对吧？我死后要去哪里？如果我死后投生的地点只有善趣跟恶趣这两个地方可以选择的话，我应该如何避免让自己堕入恶趣而投生善趣？这是他的想法嘛，对吧？所以夏师傅他想的是，我死后。 会到哪里去？进一步，钟世夫会怎么想？我死后，即便有机会再次投生为人，但在身为人之后，我还是会死。死后，即便我努力让自己再次的投生善去，又成为了人，但不久之后还是会死。 所以他会发现，我投生又死，死后又投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死不断的交替。这时候，钟世夫他会思考一个问题：，那我的生死不断交替的这种状态，它到底有没有尽头？所以我们在讲轮回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强调生死轮回，也就是我们在轮回当中不断的投生、不断的死去，死亡之后再投生、再死去，这种生死交替的状态到底有没有尽头？这是中世夫的想法。更进一步，对上世夫来说，他会怎么思考？假使。 我的生死是有尽头的，那我也有没有办法让其他众生的生死也有尽头？所以他们三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夏师夫虽然他所设定的目标是来生，但是他的目标相较于后面那两者是比较短浅的。中世夫。 与上士夫，他的想法也是为了来生，但是他的目标比较高远。他们的心量不同。下士夫他只想到自己，而且他只想到来生。中士夫虽然也想到自己，但是他想到的是长远的来生。上士夫呢，他不是只想到自己。 他会进一步的想到，如果我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我是不是也能够解决别人的问题？所以这三者，他的目标远近不同，心量的宽广度不同，而所采用的方法当然也会不同，对吧？如果你的目标越高远，如果你的心量越宽广，你所采用的方法。 你所要实践的，你所要付出的，是不是也越多？应该是这样比较合理嘛，对吧？如果这一点是合理的话，请问，在座各位，我们应该都是把成佛当成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假设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想要透由学佛而成佛。当我们设定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的心量是什么？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是道理吗？对吧？讨论完那些道理之后，我们应该要看看自己。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我们设定的那个目标是：我想成佛，我想透由学习佛法。 最终成佛，那是我们设定的目标。在设定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刚才我们不是个别分析了三种似夫不同的想法吗？那个是别人的想法，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设定了一个目标，接下来的想法呢？我想成佛。 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想“我想成佛”的时候，这四个字里面，第一个字特别重要。嗯，我想成佛，是不是这样？那个“我”很大吧？它的分量很重，而且它最重要。这时候，如果我们是沿着自己的苦乐， 而升起我想成佛的心，请问这样的心，它是真正的菩提心吗？嗯？当我们说为利众生愿成佛，我们说这算是一种菩提心吗？但我们想着我想成佛，这当中的我被我们放大之后。 那种我想成佛的心，它是服顺于菩提心的心吗？嗯，换另外一个问题好了。当我们想着我想成佛时，那种心跟我想解脱的心有什么不同？嗯。 其实对于我们多数人而言，这两者没有任何不同啊。讲白一点，讲我想成佛也好，讲我想解脱也好，讲来讲去都是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讲来讲去都是一件事情。我想快乐，只是我们用不同的名词去包装它，一者用成佛。 一者用解脱，但讲来讲去都是我想快乐嘛，不是吗？但真正的我想成佛的心是什么？它的重点不是着重在我上面，而是想到，既然众生对我是有恩的，所以在我有能力帮助他们的情况下，我应该去帮助他们。虽然我有这个念头。 我想帮助他们，但实际上我现在的能力非常有限，而在我的认知当中，只有佛才能够用最圆满的方式利益一切众生，所以我想成佛。这时候他想的是什么？这时候他想的是想着众生。由于我想要帮助众生，所以我一定要提升我自己。 这时候的想法，它不是偏重在我上面，而是偏重在众生上面。所以，如果我们平常都不去思维众生对我们有什么恩，如果我们对众生无法升起慈悲，即便我们不断的告诉自己，我要以菩提心作为我学法的动机，而且不断的串习我想成佛的念头。 你认为那样的动机是清近的动机吗？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我觉得那种我想成佛的动机，它完全是夹杂着爱我值的。真正清近的菩提心的动机，并不是那种状态。所谓的菩提心，是指。 爱他人胜过爱自己但如果我们升起的我想成佛的心，都只想到自己，甚至我想成佛，我可以把你们都抛在脑后，不要管你们，这应该不是大圣的精神吧？所以当我们在想到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的时候， 其实这个思维很重要。如果没有办法掌握这当中的重点，我们平常串习的菩提心呢，多半偏向于爱我值这样的认知，你反复去串习，我不认为那能够留下什么好的习气。另外一个话题，当我们说。 我想成佛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真的想成佛吗？在各位的心中，应该可以比较的出来，成佛跟解脱是不一样的吧？不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嗯，成佛跟解脱有什么不一样？解脱。 解决自己的苦乐问题嘛？成佛呢？嗯，成佛比较伟大一点了、啊。所以，我们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伟大而选择成佛，是吗？不是嘛？《道次第》里面强调的解脱，那是钟师傅的目标。 他没有办法忍受自己在轮回当中一再的流转受苦，所以他想要寻求解脱之道，解决自己的问题，让自己从业根烦恼的束缚当中获得解脱。所以他心心念念所想的都是自己，我想解脱。但对于上师父而言，为什么他不追求自己的解脱，他追求成佛的果位？因为他认为。 即便我自己有解脱的能力，但我真的不忍心看到其他的众生受苦。况且那些众生对我是有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只选择自己的解脱，而忽略了他们的利益，这样的行为是上师傅无法忍受的。所以，他进一步的追求成佛的目标，应该是这样吗？ 理论上是如此，对我们来说，解脱跟成佛有什么不同？我们刚才不是问到，我们真的想成佛吗？需不需要做一个实验？好了，做实验了，做实验，做实验，你才能够比较投入在其中。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只要你认真的学法，你七生之内就可以获得解脱。但如果你以成佛作为目标的话，你要花七亿年，应该说你要花七亿生，刚才是七生嘛，后面那个是七亿生。 不是七亿年呢，七亿生才能够成佛。你会选哪一个？前面那个，这样才能够快点搞定我的苦乐问题，是不是？所以很明显呢、啊，我们想要的是解脱嘛，对不？如果七生当中就可以让我解脱生死。 让我离苦得乐。虽然我们都有听过，先走小圣，再走大圣，成佛的时间会非常漫长，但我们心中会有一种想法：漫长就漫长啊，反正我已经跳脱轮回了，对不对？既然我已经跳脱了轮回，我不需要受苦，那漫长又有什么关系？我可以慢慢走，我有慢慢走的本钱呢。 反正我又不需要受苦。如果我们要在轮回当中受苦的话，多走一步，我们都会感到痛苦嘛。但如果不需要受苦呢？慢慢走又有什么关系？就当成是逛街看风景嘛。我们心中应该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即便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先走小圣，回小向大，再转到大圣，修学大圣道。” 你成佛的时间会非常漫长。我们内心深处应该会有一个声音。慢慢走有什么关系？我不在乎、啊，因为我已经不痛苦了。如果我们内心中真实的声音是如此的话，首先，我们应该要试着跟他对话。当然了，在还没有对话之前。 你必须要先发觉你内心深处是有这个声音在的。这时候你应该告诉自己，我似乎没有那么想要成佛，因为在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就是我想要解脱嘛。我们刚才不是做了实验？如果让各位做选择，如果让各位做选择，牺牲解脱。 还是七一生成佛，你马上选七生解脱嘛？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不是那么想要成佛。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选项稍微调整一下，如果你能够七生解脱，也能够七生成佛，你要选哪一个？七生成佛，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你不想成佛。这时候你会说：“如果我不想要成佛，我怎么会选择七生成佛？”这时候我告诉你的答案是：你不想要成佛，但因为你觉得成佛比解脱好，而且所付出的时间是相同的。对我们这种短视近利的人而言，我们会选择我想成佛，因为果味比较好嘛。 而且我们付出的是同样的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选成佛。这表示我们不想成佛，而且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当我们的目标越高远，我们的心量就应该越宽广，这时候我们付出的应该越多。但反观我们自己，我们把学佛的目标设定在成佛。 第一个，我们真的想成佛吗？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题就跟我们上一堂课提到的，我们能否抵达某一个目的地的围缘有三个。第一个，我们不想去，跟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问题、啊、是相同的问题。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在那里，那个目标谁设定的？ 我们自己设定的，但我们在设定那个目标之后，你问问自己：我真的想要达到那个目标吗？结果那个答案竟然是不一定，甚至是否定的。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吗？目标是我设定的，但问问自己：我想不想要？答案竟然是否定的。 那反过来，你为什么要设定成佛作为你学佛的目标？你不觉得这个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吗？就像有人问你说：“这个周末假日你想要去哪里玩？”你设定的目标是圣淘沙，但当别人问你说：“哎，明天是假日，我们去圣淘沙好不好？”你说。 我不想，你不觉得很怪吗？地点是你挑的，但问你想不想去，你又说你不想。你不觉得这个人怪怪的吗？会不会？应该会吧。你想要陪他去看电影，你问他想要看哪一部电影，他说我想要看《不可能的任务》。然后你带着他到电影院的门口。 你问他我们要不要买票？他说我不想要买票，因为我不想看。这时候你会不会骂他？说要看的也是你，说不想看的也是你，你怎么那么奇怪？是不是？我们在想什么？我们想要成佛，我们把成佛设定为我们的目标。但你问问自己，你真的想吗？好像又没有那么想。 这时候，你是不是应该用相同的方式来责备你自己，而不是只是责备别人嘛？当我们觉得别人的行为很怪的时候，其实我们多半都有相同的问题呀、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那这时候，你的心中应该会现起一个想法，对。 我似乎没有那么想要成佛，但为什么成佛会变成我学佛的目标呢？对不对？这个答案应该很清楚吗因为我在学佛的期间，呢每一位授课的讲师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成佛作为学习的。 最终目标，所以我也把他们告诉我的那个目标当成是我的目标，应该只有这样吧？我们今生学佛，会把成佛当成我们的目标，应该不是与生俱来的想法吧？不是嘛？都是别人告诉我们一个知见，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讲的人很伟大，反正讲的人名气很高。 反正讲的人法座很高，弟子很多，所以我就选择相信。我们就把他所告诉我们的内涵当成是我们的目标，但问题很明显嘛，我们在学佛的期间呢，我们就没有往那个目标迈进嘛。为什么我们没有往那个目标迈进？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根本不是那样去想。 所以你越学，你会觉得越无力；越学，你会觉得我离佛果的距离越来越遥远。谁造成的？不是佛法造成的，是我们一开始的认知，我们一开始学法的态度造成的。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内容，都跟前面的两堂课息息相关。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学法的态度？我们在学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我心力提不起来，我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问题的关键都来自于我们一开始学法的观念就有问题。乍听之下，把成佛当成是我们学佛的终极目标，听起来非常美妙。 但问题是，那是经论当中的说法，但不见得是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想法。所以，我们上一堂课不是提到，当你接收到一个观念之后，你应该问问自己，这个观念我认同吗？或许你会说，我认同，但这时你应该再问问自己。 我认同的理由是什么？这个理由不应该是因为这是我上师告诉我的，所以我认同。如果理由只有这一个，你应该马上提醒自己，这是在依人不依法。所以你应该要想出一个理由。上师告诉我这个道理，我认不认同？如果我认同，理由是什么？ 你想清楚那个理由，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上师那样说是有他的道理在的。而且我之所以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完全是来自于上师说法的恩德。你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根本不需要有人告诉你，你在学法的期间应该对善知识修信念恩。 你一开始学法的态度、方向，如果正确的话，你用我们刚才的那种角度在思考，你认同了上师所告诉你的法理，进一步的，你努力的去实践，而让你自己有所提升的话，根本不需要有人在你旁边一再的强调你要对师长修心念恩，你自然会对他修心念恩。为什么？因为你的成长，你的改变。 完全来自于他对你说法的恩德。对于我们一般正常的人来说，忘恩负义的人我们不去谈对于一般正常的人来说，要对那样的人修信念恩一点都不困难嘛，对吧？这一点我记得，我上次在这个地方有举过一个例子，不过应该都忘光了。我们上次举一个什么例子？ 如果有一个三餐不继的乞丐，他快饿死了。这时候有一个人，他把一个热腾腾的便当，很恭敬的交到那个乞丐的手里。在正常的情况下，那个乞丐应该会感念布施他的那个人的恩吧。 他一边吃会一边流泪，一边吃他会一边想着：要是没有这个人，我可能今天就死了。需不需要有人从旁不断的告诉他说：“喂，现在有一个人给你一个便当了，你要不断的去念他的恩，思维他的功德，需要吗？不需要吗因为他很清楚他自己的改变。” 完全来自于对方，所以你不需要耳提面命的告诉他说你要去念对方的恩，你要去念对方的恩，他自己很清楚嘛。即便他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做什么事情，但因为对方的那个动作、那个行为改变了他的状态，基于离苦得乐的本能，他应该会懂得感恩，对吧？ 相同的道理。如果我们反观自己的状态，我们觉得自己心中没有法，而且我们又很想要改变自己。为什么我们想要改变自己？因为我们不满意自己的现状，我们觉得自己痛苦，但我们因为有离苦得乐的本能，我们想要快乐，但又快乐不起来。 因为我们的心中并没有正法滋润，我们的心田。等一下，让我喘一口气。我们的心中并没有被正法滋润，我们的心非常的贫瘠。 没有任何的养分。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现状，你认知到我必须到某一位善知识的座前闻法。当对方把正法告诉你，而且你在仔细的思维过后，你想清楚，就是如此。我就是因为以前没有那样做，所以我现在痛苦。而现今我找到了能够让我离苦得乐的方法时， 你试着把你心中所接收到的法用在自己的心绪上。当你发现了自己的改变，需不需要有人提醒你？你要对说法者修信念恩，根本不需要，根本不需要，因为你会发现你的改变完全来自于对方。 什么样的人需要有人在旁边耳提面命的告诉他，你要对上师修心念恩？什么样的人对法完全无动于衷的人？他听闻了佛法，但他的心完全没有改变。这时候就要有人告诉他说，你要去思维上师的恩呢？这有什么好思维的？ 照理来说，根本思维不起来啊，根本思维不起来。就像我们刚才的那个例子，如果你吃的饱饱的，别人给你一个便当，你还会嫌多吧？我都已经吃饱了。就像如果一群人去餐厅吃饭，你吃的很饱，但是桌上有很多的剩菜，其他的人说：“哎、欸，某某某、啊，你把这些剩菜都打包回去好不好？” 你心中会怎么想？我打包回去，我要怎么处理？同样是给你一个便当盒，你会不会念对方的恩？不会，因为他给你的这个便当盒对你没有任何帮助嘛。所以同样是给你一个便当盒，为什么你不会念他的恩？因为这个便当对你没有帮助。前者呢，刚才我们所举的那个例子呢，需不需要提醒他念恩？ 不需要，因为他需要那个便当，而且对方在最及时的时间点给予了他的需求，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这个世间的例子，我相信在座各位应该都可以接受。把这个例子以此类推，用在医师法上，相同的道理，相同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法滋润， 你怎么去念为你传法师长的恩？我根本不相信，我根本不相信。如果你自己没有被法感动的话，你说我要去念他的恩，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所以念恩念到最后就变成造神了。造神有听说过吧？念恩念到最后就变成造神了。 大家都在说那个人的功德，弄到最后都不是在学法，而是在造神。没有必要。学法的人应该保持理性。造神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迷信。佛家都不承许有世间的造物主了。学法的人怎么会想要去造神呢？ 对吧如果你想要造神，难道你是世间造物主吗？有听懂吧？如果你想要造神的话，难道你是世间造物主吗？不是嘛？我们不是世间的造物主吗，那我们哪来造神的能力？我们既没有造神的能力，也没有造神的必要性。 学法的人应该保持理性。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讲的是，我们现今学法的目标，虽然设定在成佛上，但这毕竟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观念，这不见得是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第一堂课就丢出一个问题？你要先想想。 你想要透由学佛之后，在今生设定一个什么目标？丢出这个问题啊，是有它的重要性。你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而不要把别人告诉你的那些标准答案，把它硬塞到你的心中。动不动就是解脱、成佛、净土，那个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当你在遇到困难时，你根本不会想要成佛嘛，对吧？想成佛的心无法解决你当下的问题呀、啊。但对于真心想要成佛的菩萨而言，他当下遇到任何的挫折，那种想成佛的心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呀。他会想到什么？ 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个挫折？因为我不够圆满。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个挫折？因为我太爱我自己。就如同我会遇到这个挫折，其他的众生应该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这时候，如果他真的有想成佛的心，当下的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但反观我们，我们有想成佛的心，但当下遇到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就哀哀叫，有没有？想成佛的人呢，不应该这样。我说的是真正想成佛的人啊，不是表面上想成佛的人啊。真正想成佛的人呢，应该要能够吃得了苦。 而且甘之如饴啊！认同吗？认同啊！也不得不认同啊。<laughs> 讲了这么久了，这么多理路，这么多譬喻，你很难不认同吧？所以，我们应该想想，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佛，那解脱呢？是不是我们学佛的目标？ 这个或许比较有可能，因为我们不想要苦嘛，而且我们的爱我只有那么强。如果我们所爱的对象就只有自己，这时候我又不想要自己受苦，解脱有可能是我们学佛的目标。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 我们都应该认真的思考，这样学佛才有意思嘛？学佛就是为了要检视自己的起心动念而学习的。学佛不是一台影印机，各位应该知道影印机的功能是什么吗？你放什么上去，它就印什么出来吗、啊？不是、啊。 你拷贝别人的东西没有用、啊，那个东西要能够成为你的东西呀、啊。引印别人的话，引印别人的想法，那个改变不了我们的习性、啊、各位应该有看过小叮当吧？小叮当从他的百宝袋里面拿出一块面包。 那个面包放到书上去，书上的字都可以印在上面，然后只要把那个面包吃下去，那上面的字讲的内容他都可以了解。我们很希望自己能够拿到那块面包，我们也不断的去引印佛经论点上面的文字，我们把它抄下来、背下来，但问题是。 我们内心深处真的有接受他吗？这不一定，这不一定。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应该重新思考，把你原本那些固定的想法都把它打掉。你会不会觉得打掉太可惜啊？ 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想法，怎么可以随便打掉？但问题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盖一栋高楼大厦，你原本盖的那栋茅草屋啊，不得不打掉啊，盖得歪七扭八的，而且根本无法遮风避雨嘛，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打掉？ 你怎么盖高楼大厦？你怎么盖豪宅？早一点打掉吧。现在打，至少比临终的时候打要来得好。你临终的时候想到这一点，你心里面呢，可能会有说不出的后悔我学佛学了一生。 学成这个样子，你心中会有说不出的后悔。但是，即便人快死了，他都还是很爱面子，他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啊，他还是要表现的一副很镇定的样子。我是学佛的人，即便我快死了，我都要保持镇定。学佛学到这样的地步，真的有点可悲啊，不是吗？ 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从第一堂课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讲述什么高深的道理一来我也讲不出来因为我不懂，我不懂什么高深的道理，我也不善于讲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很实在。 如果你想要用，它很实用，这不就是我们初学者需要的吗？对吧？所以前面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思考，而且是冷静的思考、诚实的思考，这样可以吗？那接着。 我们刚才提到，在倒次第当中所强调的下士夫，他所设定的目标是来生的增上生。为了对来生的增上生升,升起希求，他会告诉自己：“我要思维死亡无常的道理，我要思维三乐趣的苦。”对于死亡无常的这一点呢，我们从。 下面的这个角度来切入好在世间呢，随着我们的年纪逐渐的成长，我们所想的距离会渐渐的拉长，我们所思考的层面也会越来越广。这一点怎么说呢？当我们从母胎生下来不久之后，那时候我们只会想到什么？ 肚子饿了，我想喝奶。小婴儿应该不会想到明天、后天、下个礼拜的事情吧？应该不会吧？他会想到的就是我现在肚子饿，快喂我喝奶。喝的饱饱了之后呢，睡觉，就是这样嘛。他能够想的就是当下。 然后他所思考的层面呢，非常有限。那到了三岁、五岁的时候，这时候他会想什么？嗯，他会想什么？他会想要玩嘛，对不对？甚至他会想要买玩具。你看，多数的家长是怎么哄自己的孩子？ 只要你今天乖乖听话，我假日带你去买玩具，是不是？那很多小孩子会受骗上当，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所想的不是只有当下，他所想的是只要我现在乖，过几天之后我就能够买到玩具。他所想的距离是不是拉远了？ 他所想的层面是不是更宽广？因为他不是只有想到当下的苦乐吗？他会想到的是明天、后天、大后天的苦乐吗？再长大一点呢？等我们进到了小学，我们开始读书，这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我要认真读书啊，不然期中考我有可能会考不过、啊，回家我有可能会挨揍啊。 这时候他想的距离更远，想的更宽广。求学的路，如果等到他毕业之后，毕业之后他会想什么？我想要找工作，我想要找人生的另外一个伴侣，我想要成家。他想的距离是不是越来越远？他想的层面是不是越来越广？ 而且他的思绪会越来越缜密，他想的很多。然后等他找到了工作，他会想要存钱。为什么会想要存钱？为什么不当月光族？如果我这个月就把薪水全部都花完，那我下个月该怎么办？我明年该怎么办？我晚年该怎么办？我,办我们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都在为未来做计划、做打算，而且我们开始会注重养生。我们不希望自己生病，我们不希望自己得癌症，我们不希望自己的晚年很痛苦，我们不希望自己老的时候被病痛折磨。我们想的距离很远。 但我发现呢，多数的世间人，随着年龄的成长，他想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但是，顶多他只会想到最终我会死。但在死亡的那条界限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多数人不会去思考。即便他的年龄也不断的增加，但是他所想的距离。 就是在我会死的那条界限之前，多数人不会想要去谈死亡的这件事情，更不会去考虑死亡之后的事情应该是这样吧？即使我们不想要碰触死亡这件事，但终究。 我们必须面临死亡，没有人能够幸免。虽然多数人一提到死亡，他就会觉得这是很触眉头的事，但你不想，不代表他不会来对不？即便你觉得他是触眉头的事情，但不代表你能够幸免我们走到最后，我们都会死。 当我们身处在战争频传的地方，我们都会担心自己因此而丧命。外面飞弹丢来丢去的，哦，我会不会突然死掉？如果我们身处在那样的环境，应该心中会觉得，哦，我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就丧命，对不？即便如此。 我们到了一个完全没有战争的地方，我们最终还是会死。有些人很担心自己会得癌症而死，他很照顾自己的身体，他很养生。即便如此，你再怎么照顾，最终的结果还是会死。虽然不见得是得癌症而死，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要死。 有些人呢，独自一个人生活，他会担心什么？他会担心自己生病的时候没有人照顾他而死。但问题是，即便有人照顾你，就代表你不会死吗？还是会死。有些人呢，很有钱的，他很怕被别人暗杀而死。 而请了很多的保镖，但问题是，你请再多的保镖，你最后还是会死。在上一个世纪，没有人不死的；在这一世纪，也不会有人不死。相同的道理，在下一个世纪，肯定也不会有不死的人。 当我们投生的方式是由业以及烦恼的方式在投生之后，生命的尽头就是死亡。当我们投生在这个世界上时，我们的寿命就已经是确定的。简单来说，我们能够活多久是确定的。如果我们能够活多久是确定的。 这代表什么？我们能够活几年是确定的。如果我们能够活几年是确定的，这就代表我们能够活几个月是确定的。如果我们能够活几个月是确定的，这代表我们能够活几小时、几分钟、几秒钟也是确定的。既然这些都是确定的，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当我们在投生的那一瞬间开始，我们的寿命就像一个倒过来的漏斗里面的沙一样，它不断的往下流，而且漏斗里面的沙它没有办法增加，只会不断的减少。我们的寿命就是如此，所以不论我们当下做什么事情。 不论我们当下快乐与否，时间都不会因此而停下来。这代表我们正一步步的走向死亡。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想要出国去玩，我们选择的交通工具是飞机。当飞机起飞之后， 坐在飞机上的人，不论你是想要休息、想要聊天、想要吃东西、想要看电影，不管你想做什么事情，不管你当下的感觉为何，飞机都不断的在往目的地前进，并不会因为你个人的行为，飞机就突然停下来吧。相同的道理。 在我们投生之后，不论我们当下做什么事，不论我们快乐与否，不论我们有没有钱，有没有朋友，我们的生命都不断的在往终点迈进。当飞机抵达目的地之后，那就像是我们的生命抵达了今生的终点。今生的终点是什么？就是死亡啊！ 这件事情不会只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件事情既然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就代表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在座各位应该不会有人寄望自己不会死的吧？应该不会吧？虽然我们不想死。 但我们最终会死，或是虽然我们不想要这么快死，但我们最终还是会死。当我们走到人生的终点，我们呼出去最后一口气，而吸不回下一口气时，这就代表我们已经死亡了。 在我们断气之后，我们今生所在意的事情，我的名字，我的身体，我喜欢的亲朋好友，我的敌人，我的事业，我的财富，这些都不再属于我们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这一口气。 因为这一口气，把我们跟我们在意的这些事情紧紧的绑在一起。如果没有这一口气，我们说我们很在乎自己的名字，我们很在乎自己的身体。没有这一口气，你跟你的名字是完全分隔两地，你跟你的身体是完全分隔两地，对不？所以到时候。 你根本不会在乎啊！我们之所以这么在乎，是因为我们有这一口气在，而这一口气将我们自己跟我们所在意的这些事情绑在一起。等到我们断气之后，没了那一口气，什么都不用在意啊，什么都不用在意。所以，我们走到最后，我们最终。 都会死亡假使我们的寿命是确定的，假使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全盘的计划。假设我们可以活到八十岁，你或许可以做一个全盘的计划。但问题是，对地球上的人类而言。 地球上的人类的寿命是不定的，什么时候死，我们根本无法决定，我们也无法确定。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昨天活得好好的，今天就突然死了。早上我还看到他，下午就突然发生意外而死。甚至我们认识的很多亲朋好友，有些人因为地震而死，有些人因为发生车祸而死。 各种的天灾人祸，这些事情我们根本无法避免。这时候，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这样的悲剧会发生在那样的人身上，这样的悲剧会不会也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们总是看周围的人发生什么事情。 但我们很少去思考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当我们看到交通意外时，我们都会想，一定是有一个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都有遵守交通规则。难道我有遵守交通规则，就代表我不会被后面的车追撞吗？ 不一定嘛，不一定、啊、死亡的方式有很多种，根本不是我们能够预知，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除此之外，在我们的周围，会导致我们死亡的因缘非常的多，而能够让我们存活的因缘非常有限不要说其他的因缘当我们生下来之后， 我们的身体伴随着我们，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地、水、火、风这四大。只要我们身体当中的四大不调，我们就有可能因为生病而死亡。但我们整天都带着我们身体里的地、水、火、风到处跑，我们总觉得我们身体当中的这四大不会出问题、啊 我们生活的方式就跟已经断除烦恼的阿罗汉是一模一样，非常逍遥自在。但当死亡突然到来时，我们的内心却是非常的恐慌害怕。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如果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即便我们突然遭遇死亡， 我们的内心应该还是会有一份笃定的感觉。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该带到来生的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紧张什么？我恐惧什么？不需要恐惧吗？但问题是，对我们多数人而言呢，我们似乎都还没有做好准备。 如果我们周围导致我们死亡的因缘非常多，假设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坚固，就像金刚宝石一样，纵使死缘再多，也对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但偏偏我们的身体非常脆弱，就像水中的泡沫一样，一点点的微缘都有可能导致我们死亡。 以上我们说的应该都是事情的真相吧？以上我们说的应该都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吧？我们不是纯粹文字上的讨论了，这件事情正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当死亡到来时，我们的通讯软体里面有再多的群组、再多的朋友。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带走。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交这么多朋友？有些人呢，费尽心思啊，在交朋友。他希望我有很多朋友。难道你的朋友累积到了某一个数量之后，你就能够不死吗？ 不是吗？并不是吗？我们很关注我们有没有朋友，我们是不是孤单的？我们很怕孤单的感觉，但很抱歉，学佛的人要懂得跟孤单相处，并不是说学佛的人等同孤单的人呢、啊，不是，而是学佛的人要懂得跟孤单相处。为什么？ 因为最终，你在走的时候，你是一个人走的，不是一群人陪你走的，所以你现在就要开始学习一个人孤单的感觉。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学佛的人怎么会有孤单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 刚才说要跟孤单相处的也是你，现在又说学佛的人怎么会有孤单的感觉？那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真正学佛的人，如果有打从内心底皈依三宝的话，照理来说应该不会有孤单的感觉，偏偏 我们一边皈依三宝，但在我们独处的当下，我们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寂寞感。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的皈依并没有到位。需要举例吗？需要。举例会比较清楚啊。没有举例的话，你都会觉得我不是那样的。 我对三宝是很有信心的，你怎么可以用那样的方式来说我呢？所以，我们举例做实验。假使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它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天空中没有月亮。 路旁没有路灯，阴森森的。这时候你想要走路回家，你内心中会不会感到害怕？会。这时候如果有人陪你，你心中害怕的程度会不会因此降低？会。为什么会？因为你有人陪，是不是？因为有人陪伴着你。 所以你心中多了一份安全感，这应该没有问题吧？相同的道理，如果没有人陪，你心中想到三宝，三宝一定会救护我。这时，如果你在皈依三宝之后，你心中的安全感还是升不起来，还是感到很害怕的话，这代表什么？ 你心中的三宝还不如你的朋友，是不是？当你的朋友出现时，他至少能够给你一份安全感；但当你想到心中的三宝时，连那份安全感都没有。这代表什么？在当下，你心中的三宝它的分量不及你的朋友。这样的分析合理吗？ 应该合理吧？应该合理吧。所以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你自己去设想，如果我是当事人，在那样的环境下，我皈依三宝，我的心中能不能够升起多一分的安全感？那当然，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有些人升起的安全感是十分。 有些人是二十分，有些人是五十分，有些人是一百分呢、啊。他一想到了三宝，即便路旁的路灯都没有亮，他只要想到三宝，他前面的那条路就是宽敞明亮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当然有、啊。但对于只把三宝挂在嘴边的人而言呢，当下他心中想到三宝。 他说不定还会抱怨呢。如果你真的有各种善巧方便，为什么不让这个路灯呢亮一点呢？有这样的可能吧？他心里面会稍稍的低估啊。不过这是玩笑话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当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师长、三宝。 我们的心中是不是有一种不同的安全感会升起？我们刚才只是透由那个例子让你去思考这个问题，不然在不加思索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告诉自己：“我对三宝很有信心呢。我们不仅告诉自己，我们还不断的跟别人分享：“我告诉你，我对我的上司非常有信心我告诉你，我对三宝很有信心的。 你对师长三宝有没有信心？根本不需要跟别人分享。你跟别人分享，难道是希望别人羡慕你吗？不需要跟他分享，而且你应该诚实的问问你自己：所谓的我对三宝有信心，我对师长有信心，那个信心从哪里来的？那个信心？ 有多大？那个信心坚不坚固？如果我们心中对于三宝的信心呢，都像棉花糖一样，有吃过棉花糖吗？看起来很大吗一点都不坚固啊，一点都不坚固、啊。那样的大有什么用？没有用、啊。但如果我们心中的信心，或许看起来很小。 但是很坚固，就像金刚宝石一样呢，它很值钱呢、啊。所以大小是其次，而且说真的，大小是互相关待、比较出来的嘛。真正的信心呢，我们应该要探索的是什么？它到底坚不坚固？它到底坚不坚固？对三宝坚固的信心呢，应该是。 快乐也好，痛苦也好，在任何情绪的背后，你都应该想到三宝，而且在想到三宝的那一瞬间，那种感觉是温暖的，有力量的。虽然它是无形的，但在无形当中，你会觉得你的心被温暖，你的身体是被拥抱的。 而不是只是嘴巴上说我对三宝有信心而已啊，那个在死亡到来时应该也带不走吧？嗯，口头上的信心，在死亡到来时应该也无法带走吧？真正能带走的是什么？我们打从内心底的信心呢？那是我们能够带走的。 口头上的信心，或者是你写在日记本上的信心呢？你写再多信心呢，那个都带不走吗那个没有用，没有用。的确啊，你可以透由做这些事情提醒你自己。其实我觉得做这些事情应该有提醒自己的作用，而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看，甚至写给某一个人检查。 我们又不是小学生，没有必要。但如果你想要适时的提醒你自己的话，我觉得这有必要。但你如何诚实的把你心中的想法描述出来，这更重要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是那样想，但我们会用各种的词句，把我们心中的想法美化。 这没有用啊！这没有用啊！重点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所学到的法能不能够撼动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这才是重要的。这就像年轻人喜欢听流行音乐，听歌的时候，听歌也有听歌的感动啊。如果你听到一首歌，内心无动于衷，即便…… 你倒背如流，你把他的歌词都抄下来，那有什么用？你要的是那一份感动吗所以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去看现场的演唱会？他到了现场之后，他很感动啊，他很兴奋啊。我们要的就是那个东西啊。学法的人，不是把你所学到的法抄下来而已、啊 而是你把写下来的文字，你在阅读之后，它要有提醒的作用，而让你的心中升起感动，那么才是重要的。我们刚才讲朋友，我们设法不断的交友，但交这么多的朋友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思考。哎，有些同学或许会说：“我需要人脉啊，这样我处理很多的事情才会轻松啊。”但你有没有想到负面的？当你用这种动机在交友时，你周围的朋友也有可能用这样的动机，把你视为交友的对象。 如果我们是因为需要人脉而交友，难道你只是想要利用你的朋友吗？当我有急需要用你的时候，麻烦你，麻烦你及时出现，这样的想法不太好吧？如果别人这样想我们，我们内心也会觉得有点受伤吗？是不是？ 但的确，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物色不同的朋友：法律圈的、学佛圈的、工作圈的，各式各样不同的朋友。不过，每一个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自己去思考。但是我们要提的是：难道有越多的朋友，就代表你的人生越美好吗？ 你换一种角度来思考，当你有越多朋友时，你是不是会听到越多的不幸？嗯，今天这个朋友跟我抱怨他的小孩有多么不听话，明天那个朋友跟我抱怨啊、呃，他的老公有外遇，后天呢又有朋友跟我抱怨他的身体多么糟，是不是？你说他是我的朋友。 而这些问题不处理又不行，所以我们永远把时间呢放在这些事情上面。请问什么时候学法？这时啊，或许有同学又会说：“因为我大概知道你们在想什么，看表情就知道了。”有同学会说：“学法不就是要利益朋友吗？学法不就是要帮助众生吗？我现在就是在实践呢、啊。” 但你要想想，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追求现世安乐，还是为了追求后世的安乐？如果不是以追求后世安乐为出发点的话，很抱歉，当下的行为都不能称为正法。再说一次啊，如果不是以后世的安乐作为出发点的话，我们当下的行为都不能称为正法。 为什么？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在《道次第》里面所强调的三世夫，是以追求后世安乐为最低的下限，以此作为他学法的动机，进而去学法的人，我们称他叫世夫嘛，《道次第》里面所强调的三世夫嘛。但如果我们心中为了解决朋友的问题， 我们想要追求的是现世安乐的话，那能够称为正法吗？不能嘛。佛所说的正法，应该要能够完全的被统摄在道次地里面嘛，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的行为已经不是想到了后世，而是只以现世为出发点，你当下的那个行为，顶多称为善行。 最多，但很难成为正法。虽然对于这一点呢，有些争议啊，但如果要把它描述的好听一点的话，顶多就只是善行啊。至于是不是善行，都有待考虑。但不是正法这一点可以确定。讲清楚吗？我们讲的是朋友。 即便我们一生有再多的朋友，当死亡到来时，我们谁都带不走。甚至你的那些朋友都不会想要来帮你处理后事，对不？这是有可能的事情呢、啊。想要玩的时候，有很多朋友。 想要出门逛街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想要嘻嘻哈哈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遇到了正经事，全部都跑光了。更何况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它的名字快变成尸体时，我们周围的朋友几乎都跑光了。谁要来碰我们的尸体？根本没有。 所以这时候你要特别花钱呢，请人来处理你的尸体，但为你处理尸体的人，他不是你的朋友，因为你是花钱请他来的嘛，对不？到时候你的朋友顶多只是帮你诵经，对不？顶多只是帮你诵经啊。接下来，我们为了追求现世安乐，我们毕生。 都在赚钱，的确，赚钱很重要。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万万不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生活，你要生活就必须要有钱。即便是出家的法师也需要钱呢、啊。我们并不是说赚钱是多么邪恶的一件事情，绝对不是。你要生活，你当然需要赚钱了、啊。 钱没有什么问题，钱没有什么过失啊。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对于钱的贪着。当我们的心完全附着在金钱上时，那才是有问题的。钱本身没有问题啊，赚钱也没问题啊。有问题的是，我们的心如果完全的贪着在金钱上，那会阻碍我们修行吗 即便我们一生赚了很多钱，当死亡到来时，什么都带不走吗我们一分钱都带不走啊。接着，我们的身体从母胎出生开始，我们的身体就伴随着我们，而且我们最呵护、最照顾的就是我们的身体。 肚子稍微在叫，我们就会乖乖的去找饭吃；身体有点冷，我们就会让他穿衣服；他稍微有点臭味，我们马上会把他洗得干干净净他有点疲倦了，我们马上会躺在床上休息。我们做这些动作，是不是都为了要照顾我们的身体？但当死亡到来时，他能够帮助我们吗？不能 它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它还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累赘。当我们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这时候有可能因为它的功能都在退化，我们生不起跟正法相应的念头，这非常有可能吗？是吧？ 所以我们不断的照顾他，最终换来的结果是什么？你仔细的去思考，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最终换来的结果，也不过就是这样嘛。其实我们上述所讲的这些道理，也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即便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应该也都了解这些道理，所以世间人会说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生下来两手空空的来，死亡到来时呢，两手空空的走。我们什么都没有带来，我们什么都带不走。如果世间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更何况是学佛的人？ 死亡的这件事情呢，不论我们有没有宗教信仰，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态度不同，有些人选择逃避，不想要面对；有些人他想要面对，但是不知道如何面对；而有些人他不仅想要面对，而且他知道如何面对。 层次不一样，这时候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怎么看待死亡的这件事情呢？再者，虽然呢，在理性的思维之后，我们都知道自己最终会死，但在我们的心中，却同时会掀起一种想法：我今天不会死。 我明天应该也不会死，虽然我最终会死，但是我今天不会死，我明天也不会死，我这个月不会死，我下个月也不会死，甚至你会说，我跟你保证，我今天不会死。我们今天不会死，要怎么保证？嗯，我们今天不会死。 要怎么保证？我们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平常会有的想法，应该就是下面的这几种：我今天不会死，因为我还很年轻啊；我今天不会死，因为我还很健康；我今天不会死，因为我有钱，我有钱买东西吃，我有钱买衣服穿。 我又有地方住，我今天怎么会死？我们所能够想到的理由，应该就是这些吧。我还很年轻，我的身体还堪用，我很健康，我有钱，我有地方住。但问题是，这些理由合理吗？嗯？ 这些理由合理吗？难道你年轻就代表你今天一定不死吗？难道你身体健康就代表你今天一定不死吗？难道你有钱就代表你今天一定不死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都是不确定的吧？为什么不确定？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人。 是年纪轻轻而死。我们看到太多的人是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突然死去，我们看到太多的人家财万贯，有用不完的钱而死去。那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理由就不合理呀、啊，是不是？只是我们试着将它合理化，但问题是它就是不合理呀、啊。 而且这个念头啊，不要说是我们呢、啊。就连病入膏肓的病者都已经奄奄一息，他心里面还是想着：哦，虽然我快死了，但是我今天应该不会死。你去医院呢、啊，看那些重症患者。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快死了，但是你看他们在讲话的内容，多半都还是在描述着，我还是想活下去，我今天应该不会死，是不是？啊？所以，即便病入膏肓，他心里面都还是想着，我今天不会死。那更何况是我们。但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种想法是谁教我们的？或者是谁教导我们的？我们从小到大，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老师会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你要不断的想着，你今天不会死。” 明天也不会死，应该没有吧？没有吗？那我们的这个想法是怎么冒出来的？嗯？无师自通，哦、不就是这样吗？没有老师教，但是你完全任运，无师自通吗、啊？这个问题呀、啊。 跟我们下午要讨论前后事的问题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问题丢出来。我们心中有各式各样的想法，在不需要人教导的情况下，它就能够自然的现起。有哪些想法？常执、长法的长、执着的执，我们心中都有常执。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虽然我最终会死，但是我今天不会死，明天也不会死，下个月不会死，明年也不会死。最好的例子是什么？我们会为今晚做计划，我们会不会为明天做计划？我们会不会为下个月做计划？我们会不会为明年做计划？都会嘛？ 或许有同学心里面已经想到了，那难道修行人都不用为未来做计划吗？难道念死无常的人都只要想着当下，不需要想到未来吗？这个问题啊，我们下午有时间再来讨论。但我们不能否定的是什么？即便我现在在讲无常，即便各位现在在听的也是无常。 但我们的心，可能已经跑到了晚上，跑到了明天，跑到了下一个月，跑到了明年，是不是這樣？这代表我们心中的常值是任运的。即便有人在讲无常法，你也在听无常法，但心中的常值却不断的涌现出来。常值爱我值从小。 到大，我们时时刻刻都是想着自己，自己最重要。我们爱的是自己，这样的想法是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说你只要爱护自己？应该没有人教吧。另外一个，我值。 我们在对镜时，我们会认为我们周围所有的镜，包括我在内，所有的镜都是独立自主而成的，它的形成完全不需要关待任何的因缘，不需要关待其他的分别。简单来说，它的形成是独立自主，不需要关待他者的。这样的想法是谁教的？ 学校的老师应该没有教吧？没有吗？出世间讲述佛法的老师更不会这样教吗？他告诉我们的都是缘起的道理，一法的形成需要关待他者。那我们心中的想法是怎么跑出来的？这个问题需要思考。为什么需要思考？我们心中的认知，我们的起心动念。 他是不是有违法？这个词，有些同学他的眼神告诉我，我听不懂、嗯。换一个词，我们心中的起心动念，我们的想法，它是不是无常的？无常的吗？它的形成需不需要关带因缘？需要。 无常法之所以会刹那刹那的改变，是因为形成无常法的因缘本身，它就会变化，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所形成的任何果都会转变。既然是如此，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起心动念，它是会刹那刹那的改变，它是无常的。这样的无常，它是需要有众多的因缘。那这时候问题来了。 我们从小到大，从母胎生下来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心中的我值，我们心中的爱我值，我们心中的常值，它的因缘是什么？上面我们所讲的三个执着，应该是从母胎生下来的那一刻开始，就会自然现起的想法吧？这不需要人家教吧？ 即便他不知道我怎么写，即便他不知道长怎么写，但他的心中就是会现起那样的想法，是不是？不要说是人呢、啊，就连一般的动物，你说那些动物有没有爱我值？有，有没有我值？有，有没有常值？也有。难道他会写这些字吗？不会嘛？ 所以不会写，不会描述，不代表他的心中没有那样的想法有想法跟你能够描述的出来，跟你能够记录下来，那是两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从母胎生下来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心中就有那些想法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进一步的去思考这些想法从何而来？ 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下午会讨论的问题好，我们早上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